全球开发商大会要在美国加州旧金山登场了，最新亮相的大家认为新一代的作业系统应该就会正式亮相，而这里头除了有数位语音助理会开口说中文之外，并且会改以自行开发的地图服务取代超人气的 Google 地图，未来还将整合脸书分享功能，外界认为这应该是向网络霸主谷歌宣战了。